今天我们要开始新的一本书的阅读，就是《佛在人间》。那么有些人可能读过这本书，有些人可能是第一次啊。那这个是应顺导师的其中一部著作，收录在《妙缘集》啊。那开始之前呢，我们一样来三称佛号。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是方便合掌三称佛号的话，你就合掌三称佛号；如果不方便的话，就在心中意念佛陀啊，感恩佛陀把教法流传在世间给我们。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法师，各位同学，大家周日下午好。那刚才我有提到说，《佛在人间》呢，是应顺导师的其中一部著作，收录在《妙缘集》。这本书呢，共有14个，就是除了第一章啊，其实是跟本书的名字是相同的一篇文章，就是同样是佛在人间啊，这是第一篇章啊。然后在佛在人间这个部分呢，你会看到我们会阅读到这个关于世尊啊，关于我们的教主佛陀啊的这个生平事迹种种啊，然后到第二章啊，第三章啊，就可以看去，可以进一步的了解啊，人间佛教为什么导师要提倡佛法在人间啊，人间佛教这样子的一个思想，我们会进入这个部分啊，去了解人间佛教为什么强调人间佛教的重要啊，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会就是在谈到第四章的人性啊，就关于我们自己本身哈，人跟众生性啊，什么是众生性，然后什么是佛性啊，众生性、人性、佛性，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课题啊。第四章的时候，然后到第五章又会谈到人间佛教的这个思想啊，尤其我们这个时代为什么人间佛教这个思想这么的实用。第六章从人到成佛之路，也就是成佛之道的一个概念，怎么样透过我们可以做得到的修行去从人到成佛，好好的走在这个修行佛法的道路上。第七章就谈到了和平，和平的重要性，佛法人间的和平。第八章、第九章种种了，从第七章开始，第六、第七章开始呢，你就可以看到说，都是跟我们平常生活上我们可以操作、可以用的佛法，是非常贴近我们生活的一些佛法，所以我们会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慢慢的读，慢慢读，看我们能够读多久走多久，学多少这样子。好，那不多说，我们就来开始今天的这一个篇章。那我一样哈，我来开始，然后呢，待会就请文琪来谈。佛在人间就是开始先谈世尊小史的部分。我们的大师释迦牟尼佛在2400-4500年前的一个四月八字，诞生在中印度迦比罗国的释迦族，父王叫净饭，是迦比罗的国王，母后摩耶夫人，在东向居利城归宁的途中，在他母亲的别墅兰比尼园里诞生了太子。这大喜的消息立刻引起了大自然的狂欢，枝头的小鸟唱起和平之曲，花朵也更妩媚了，充满生意的春风
把这大喜的消息传遍了加比罗，传遍了恒河两岸，一直到全世界。此时此地此人将永远成为人间的光荣，受着人们的歌赞与感激。是，师父好，大家好。那我想这一段的关键字在于，父亲，释迦牟尼佛，释释迦迦牟尼佛，族，释迦牟尼佛，是迦然比后罗卫释迦国的族，释迦，对，父王净饭，母后摩父耶王，夫人，母后，以及南比尼园。比尼园，最后是那个恒河两岸，看他两岸，以及此时此地此人。OK，这一此时段此地此人，谢谢师父。这段是谈到我们的佛陀世尊他的出生的因缘，以及他的父母，也就是把世尊是确确实实真正在人间出世的一位圣者。那他出世的时候，在蓝比尼园是我们现在朝圣的圣地之一，也因为诞生的太子，那成为后来我们的世尊。然后这样子的美好的消息，透过导师的画面哦，从大自然的狂欢，还有枝头的小鸟。那这种和平的歌曲，还有花朵，把这个春风传遍加比罗卫国，也传遍恒河两岸，一直到全世界。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佛法的教法，以及三宝，那都是因为这个因缘，然后带来这个世尊能够出生在人间，为我们教导。所以这个此时此地此人在这里，虽然说的是加比罗卫国的蓝比尼园，加比罗卫国的那个城城市比尼，对不起，对。然后此地就是这个地方，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世尊然后诞生之后，是我们人间永远的光荣，受到我们的歌赞与崇拜。但是我觉得在这里导师很重要，是虽然说的是歌赞与崇拜，其实是更是我们的导师教导我们怎么样解除困扰，人人都能成佛。那这个是这段谈到世尊诞生的因缘，这个地方这个时间，然后诞生的世尊。是，那你之前有没有看过一些关于佛陀传的不管是经也好，或者是书也好啊，有没有？有，有没有就看过跟这边不一样的地方？你觉得有可以看出哪些部分？传统我们看星云大师的《释迦牟尼佛传》，还有之前看过那个传记，在谈到的时候，比较会把它天化，譬如说。世尊一下生，他就是能够走七步，步步生莲。然后谈到他出生是从母亲的右胁下生出来，所以在这里导师把这些那个神话的部分哦，还有指着上天，指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像这些的描述，是导师在这边都把它回归在人间正常的描述这样子。那不然其他看到的大部分是像我们玉佛姐看到的故事。对，很好哈、哦。就是传统上呢，我们会看到还是保留那种天化的思想哈、哦，就是把它神格化的啊、讲得非常的神秘的啊、然后大家一边读呢，也一边就是有一点怀疑啊，可以吗？会这样子吗？可是你读这一段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导师是把他就是很平常的，哎，就是有一个人出生在这个世界啊，然后当然可能是他尊贵太子的身份啊，所以他周围的这些
他的族群里面的人呢，一定会很高兴啊。就像不要讲说，一个所谓的这个次家族，就我们普通一般人啊，一个小小家庭，如果知道说，哎，哪个小 baby 诞生哦，大家都跟着就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欢喜哦，然后好像看什么东西都特别顺眼哦。所有的周围发生的现象啊，开花啦，什么这个哇，今天有彩虹啦，什么我们都会特别好像哇，今天怎么好特别？因为有一个漂亮的小 baby 诞生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那现在更何况是这个世家族他们自己的太子啊，听到太子的诞生呢，大家都随之高兴，但是还是很人间化啦。你一看到还是很人间化的那种情景，嗯，好。来，我们再往下看哈、哦，你就读到那一句，嗯，可以，可以来，嗯，因为我这整段虽然前面是因缘，可是我最感动的是导师谈这个此时此地此人 ，right here right now、嗯、right time， 我觉得这个提醒我们，不管何时何地，这个就是当下，像师父说到的，我们家里有小 baby 出生也是这样子的欢喜，但是。到那个世尊的出生在此时此地此人是真实的，确实有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带来人间的光荣跟受着人们的学习歌赞跟崇拜，所以真正的最重要的关键字我会选这个此时此地此人。是，对，非常好，因为导师也常常会特别提到这个部分，此时此地此人。然后你刚才提到那个说我们想让我们联想到 right here right now the right person, the right one 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会提醒我们回到当下。因为我有时候人哦，遇到一些问题状况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就会停留在那个状况当中，或者停留在过去啊。如果是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那多好。你看，我们会不小心就会沉湎在那种过去，或者是对未来的那种期望这样子，所以要把自己拉回来呢，这三个词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此地此人、哦、现在这个当下的自己能够做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要改变也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而是当下的此时此地此人、嗯、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哦、能够这样把它提出来、嗯、好，那请你读下一段，但是你就读到那个有一个青色画线的部分，不然都会太长了、哦、好，是，世尊不但生在高贵的王族，还生着端严的相貌，这在当时印度人的眼中，他无疑是未来人间的领导者，一切的利益都要在他手上完成，因此世尊幼时就被称为悉达多，七八岁时他开始入学，也曾学过军事，在进婚时曾表现了体力的优越，他在王宫甜蜜的物质享受中滋长了一颗人生可痛众生可悯的心灵，众生的自相残杀，身世的渺茫，这现实的苦痛警觉了他，使他不愿留恋这优美的王宫，不能漠视这残酷的人间。嗯，好，谢 谢, 谢, 谢来，我们请凤娥。啊，师父阿弥陀佛。OK， 在这一段，他讲世尊，因为他不但生在那个高贵的皇族里面，而且你的关键词，先关键词、哦，不好意思，关键词比较好讲。领导者，领导者，领导者，嗯，是啊，悉达多，悉达多，嗯，滋长。滋长、嗯人生可痛，人生可痛，还有可悯的心灵、啊、可悯的心灵、嗯 okay. 所以在这一段是他讲世尊不但生在很高贵的皇族里面，因为他是国王、他是王子来的嘛，所以他还生得很庄严的相貌，然后在当时的印度里面，他们在眼中他就是无疑就是未来的国王，就是领导者这些，然后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他未来会在他的手上完成，就是会带领他们一起完成，然后就因为这样，所以世尊在
很小的时候，他就被称啊，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他就被取名为悉达多。然后在7、8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入学去学啊、学习。然后他也曾经做过那个学过军事啊、种种咯。然后在金婚就是啊、竞争在婚事那一边，他也曾表现出他的体力是很好的，很优越的。然后尽管这样子，他在皇宫那一边，他很享受他的啊生活的物质，或者是很甜蜜的事情。然后从那一点里面，他可以增长一颗，他有那个大慈大悲很啊悲悯的心。然后他很，就是他看到众生的互相残杀那些，然后他身世又有的好的，有的坏的。所以这些现实的痛苦，就是警惕到他为什么人生会有这些啊痛苦啊这么多的苦，然后他就起了啊那个念头，所以他不会贪恋那个皇宫美好的皇宫里面的种种甜蜜的生活，所以他要去找啊，他就不能忽视这个残酷的人间哦。师傅，这是我小小的。你知道什么是禁婚吗？为什么会有发生这个禁婚的事情？幸你福读就是过、好看过或者啊，是听过这个是悉达多太子的故事吗？是有听过。听好像因为古时候他们啊，要就是到了某些年龄，然后女子或者是要结婚的年龄到了，然后他们家长就是会有办一场好像啊金婚，就是来参选比赛这样子，然后谁赢了就以这位女子结婚那些，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吧？我想是这样的，是没错哈。这个是禁婚，那是这样子的哈。他的故事呢，如果根据其中一部佛陀传，就是《放广大庄严经》啊，其中一部的佛陀传呢，是有这样子提到啊这件事情啊。本来呢，大家看到这个悉达多太子哈，就各方面都很好啊，只是到了该结婚的年龄的时候呢，他忽然间呢，好像比较沉默。比较喜欢静坐，所以呢，皇宫里面的这一些大臣们啊，跟还有这个净饭王啊，他多多少少是有点担心，因为他们曾经也听过一个预言，就是太子有可能会变成这个觉者，就是佛陀会出家变成觉者，也有可能成为这个世间最有才干的这个统治者，因为他们曾经听过这样的预言，所以到了太子该结婚的年龄的时候啊，忽然间他非常的安静，然后喜欢沉思哦，就是静下来，好像静坐这样子。所以呢，这些皇宫贵族还有呢，净饭王呢，他其实有点担心，说：“哎，等下我们的太子跑去出家怎么办？”所以呢，这个皇宫贵族们呢，大臣们呢，就想了一个办法哈，就不如。把这为这个太子呢，找个对象，好，让他们结婚这样子，所以呢，就开始呢，就是办一个就是让就是周围的国家也好，城里面就是能够跟悉达多太子结为夫妻的这些年轻的女孩子呢，都请到皇宫来。那么由悉达多太子呢送一个礼物给他们，做一个见面礼，然后其他的皇宫贵族们呢、大臣们呢就在那旁边的观察，看哪一个女孩子是比较可以跟悉达多太子呢是结成这个夫妻的。那到最后呢，就他们这些皇宫贵族们呢看中了这个太子的未来的这个比较适合的女子你知道是谁吗？凤儿啊，师傅知道他的太太吗？是那个什么啊，对，突然间忘记他名字去，叶素素。叶啊什么？
对不起，师傅，忘记去，突然间 秀峰是紧要张秀啊，峰我要告诉我，秀峰是要告诉我们吗？耶稣陀螺啊。耶稣陀螺，啊，耶稣对对陀对，忘记去，突然间。螺，没有关系，大家就来帮忙一下哈、哦。那当然，那个当大家看到说，哎，这个耶稣陀螺跟悉达多太子非常的登对，他们就想说，哎，让他们可以结婚啊。可是耶稣陀螺的那个父亲呢，他这个时候就出来有一点刁难啊，他说啊，不是你看中我的女儿，我就要把女儿嫁给你呀、啊，哦、啊，这个。整个氏家族还有其他当时周边的国家啊，也有不少的王子啊，所以呢，要娶我们家的耶稣陀罗呢，可以，那我们要来办一场这个比赛，各方面的比赛，所以才有这个竞婚的事情发生。这个是记载在我们的《方广大庄严经》里面的啊，所以他们的比赛项目很多哦。包括智力上的比赛、算术上的比赛，以前的人还有这个数学，注重这种数学啊、哦，还有体力上的比赛，所以你这边会看到说竞婚的时候呢，他表现出体力的优越啊、哦，才终于啊、哦、各方面的比赛呢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耶稣陀罗的父亲才放心的把女儿啊、哦、嫁给了这个悉达多太子好，所以这个就是。提到啊，这个他25岁前的一些事情哈、哦，那么当然也包括哈、哦，虽然结了婚哈、哦，有一些各方面的物质上的生活，但是呢，他的心灵上哈、哦，已经开始有一股不同的力量在增长啊、哦，就是悲悯众生的这样子的啊、哦，一颗心呢啊、哦，不断的在增长。哦，人生可痛，众生可悯。大家在读这个导师的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呢，也可以借这机会啊，感受一下导师应顺导师的文字，哈，真的是非常的美哦。你这样读着读着，哈，有一天呢，你的这个中文呢，真的也会越来越好啊。众生可痛啊，人生可痛，众生可悯的心灵不断的在滋长啊。为什么会？看到哇，人生这么的可悲，人生这么的可痛，因为他看到众生呢在自相残杀哦，然后一方面也很同情，人在无明的这样子的一个包围之下呢，哦，兄弟之间互相残杀，父子之间互相残杀，母女之间互相的这个什么呢？迫害种种哦，想到众生可悯哦，好，这个是。25岁前，好，25岁之后怎么样呢？来，我们来看看，来请凤儿来读一下，读到绿线的部分。好的，25岁的一个晚上，他坚决地放弃了统治者的地位，离开了皇宫。父王已心爱的并非成为一位一无所有的真理与自由的追求者。出家以后，为了真理与自由，参访当时著名的宗教师，过了6年非常刻苦的生活。但事实证明，苦行是突然的。于是乎，他的生活开始转变，受你上升的如米，在泥莲禅和洗净了7年来的机构，到摩诃陀国的菩提伽耶，杰作，发出坚强的誓愿：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退是僧，终不起此作。在49天中，应用自力、悲力、无限的精进力，从一切障碍中获得解放，彻底体悟了人生的真谛，成为人间的佛陀。嗯，好，谢谢。来，我们请美娇。美娇在吗？
好像没看到没叫。好，没有上线、哦、可能。哎，没关系，那我们直接请秀凤了。来，师父，菩萨同学们下午好。来，我先把关键词拿出来哈。放弃。放弃。转变。第几行？一二三四五，第五行。啊，转变。生活转变哈。然后誓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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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这样吧，三个就好了。好。好，这边呢，25岁就是他一个，这边他讲的是他其实要带出来，就是在他人生的巅峰的时候呢，世尊他放弃了一切，包括他的王宫、他的父王啊，还有嫔妃，就是把一切的那些事物啊，同包括名义、权力，全部都放弃。就是说从一个最简单就是我们讲的一无所有，然后呢才去真正的去追求他的真理还有他的自由。这边是他所要表达的是在巅峰时期他竟从一个最高的地方最顶峰的地方 OK 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这边那面呢，然后呢这边呢接下来呢要讲的是他参访了当时的著名的宗教师，就是他在 try and error， 就是用一些用他自己的方式，然后因为当时呢我们讲的就是著名的宗教师，因为当时印度不单单就是只有因为他们有很多个宗教，所以他们当时呢他们很多是苦行啦、那些这些他们都很盛行一时的，所以世尊呢就尝试其他的方法看看能不能证道，可是呢最后呢证明呢这些苦行呢是徒然的，于是呢他就可能这边的世尊呢也是可能要证明了，我不懂我自己认为他要证明给其他的其他的印度的其他的那些那些一向来传统的对，他就是说我证明给你看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就来了一个转变我不懂是不是这样我这个意思是这样然后他转变了，他就接受这个我们知道他在苦行的时候呢是一麻一株一种 一日一麻，好像是这样哈、哦，每天只是吃一颗麻一颗麦还是这样哈、哦。然后呢，他就接受这个牧牛女那个 OK 他的乳糜哦，乳糜的供养过后呢，他在这个泥莲禅河呢就洗了，因为他7年这边讲他是过了6年刻苦的生活。然后呢他这边他讲洗净了7年的机构，然后还有1年呢他到底是在做什么，还有这边我吵到这边我就想到这个还有一年不懂事，那个时候他第一年可能是我不懂，就开始没洗澡就开始没洗澡过后呢他就到这摩揭陀国的菩提迦耶的时候呢，在那个树那个菩提树下他就发出了一个誓愿，这边呢他是讲的是我是若不成佛是不起始作，这样的意思哈。就我今若不证就是证果的话呢，然后呢得到无上的菩提呢宁可碎世身，这边呢是说粉身碎骨了，大概是这样的意思然后就绝不起这个就是他的这边看得出来他的誓愿是多么的坚定多么的坚强然后呢毅力也有毅力对，然后呢他就在49天里面我就这个7749我也是很好奇这个数字，虽然我们知道印度它的最高的数字的总数是7以7的好像我们中国人的是9981他们喜欢用9来代表很长久的，所以这个49天我不懂
能不能考证到底是不是有49天呢、啊、不过呢总言之他的意思是49天是他已经是一个很7749我那个显示最终极的那个时间就是经过一个很这样的时间里面呢他就运用了这个自力悲力还有无限的经济力呢最后呢他就觉悟了彻底的体悟了人生的真谛那个就是我们的人间的佛陀的、嗯、成为我们人间的佛陀就是这样、嗯、很好、哦、所以我们从这边就看到了、哦嗯、我觉得你选的关键词也是蛮好的、哦、这个、放下、哦、最难放下的东西什么都拥有但是放下到一无所有就是变成一个到森林里面修苦行的一个人、哦、可是呢也参访了一些名师跟他们学习、啊、真正的跟他们学习然后发现、欸、不行这个方法这苦行不行可能会断送生命他就开始有一个转变、啊、所以你选的关键词也是蛮好的、啊、做了转变过后那么就开始、啊、比较过正常的生活了、啊、把重心放在内心的修行、啊、那种怎么样让自己的毅力精进力各方面表现出来、哦、那么自己想到这个49天当然我们在印度其实也很难、哦、去实际的考证、哦、不过7这个数字呢 也是在西方宗教、哦、包括在印度呢大家都很自然的都、用了这样子的一个、哦、一个七两个七这样子包括到我们到了中国、哦、来到了北方、这个东边东方的文化里面呢我们也多多少少也吸纳了这一个一个七两个七到七个七这样子的一个、文化、哦、所以已经无从没办法再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这个考证、哦、然后最后随着自己的这个誓愿、哦、坚定的誓愿再加上执行力终于呢觉悟了成为人间的佛陀好，来，接下来再请你往下读、哦、世尊体悟的人生真谛与实践的规则道在即是升天与 苦行解脱的印度时代思潮中显然是格格不入世尊曾感叹地说我此甚深法无性云何解我宁不说法即入于涅槃在57日的长期思考中度着独善的生活最后决定创设一种适应时代文明深入而浅出的宗教但不但是适应在这适应前彼的里面显示出世尊的本怀在波罗奈的施路林开始为五比丘说法推动了不共世俗的世敌法轮法轮的精要真像阿梭士说的诸法从缘起是法说缘生诸法缘即尽无师大师说谢谢好谢谢来美君是师父我分享。师父我选择的关键词是人生真谛。人生真谛嗯。然后解脱。解脱。登天以苦行解脱。OK， 嗯，然后世尊曾慨叹，世尊曾慨叹，然后长期思考中，适应时代文明，
适应时代文明，然后世尊的本怀，世尊的本怀，然后比丘无比丘就sorry 对不起是说法，说法，嗯，然后四谛法轮，四谛法轮，然后金钥，金钥，是暂时是这些。好的，嗯，来，是，这边来到，世尊他已经当世尊了，当我们佛陀他是我们是以普通人的来说法呢，当这个悉达应该是说这个太子他在菩提下他证悟了，他真正体会了人生的真谛，然后他就十劝的轨道得到，他就因为他体悟了人生的真谛，然后他就有一连串的那个说法了，那个法轮那个道应该是这里可以指的是法，这里道应该是指的是法。他自从证悟了人生真谛，然后他就要开始去例行了，去例行这个事情，然后呢可是呢他在当时在这个古印度和升天以苦行的解脱 的这个思想呢，在古印代在古印度时代，在印度时代的时候呢，跟这个佛陀想要讲的这个人生真谛呢是显然是格格不入的，因为当时的印度众生呢人呢他们不会思考，没有这个想法说怎样要去苦行啊，怎样去升天啊，怎样去解脱，当时候的这个人众生的印度他们是没有这个想法，反而呢当时的印度人比较潮入那个新一派的想法中，所以呢跟佛陀想要的是格格不入的。然后呢世尊曾经也是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了，他曾经就比较勘探，他说哎这样子的东西我如果我得到了这个真谛，我却没有办法让大家去相信，去让人家去了解，这样我宁愿不要说法，我就让他生病然后就死亡就算了。这个世尊他这时候我可以理解到世尊所的心是很痛的啦，所以他在没办法之中他讲了这两句话。那么呢今在过后的第五十七日的时候啊，就是经过了五十七天，世尊长期的思考中也曾经也是自己度过自己的生活，独自一直个人生活，独自自己一个人生活，到最后经过考虑了长期思考了，最后呢他决定创设一种适应时代的文明，就是他想到说既然是不一样了，思想时代都不一样，不如他就创去建设一个比较适应当时印度时代的一个升华文明嘛，然后就由深入浅出的宗教，就是说由比从浅比较浅度的开始讲到入深，给他这个众生明白啊是一个宗教，所以是佛陀创造了这个东西。而经过了之后，不单是可以这个方法，不但是可以适应当时的时代，更适应
这里的浅化的里面，就久而久之就已经是融入了，融入了这个生活中，已经适应了，反而更显出来世尊的本怀，反而世尊也自己也成功了，可以这样子说成功，去开始说啊，他的这个原本的一个计划里面那这样子。然后呢，后来世尊来到一个地方，毗罗那的湿路林里。啊，后来佛陀来到这个地方呢，为五比丘说法。就是说当时候他遇到来到这个湿林路呢，遇到了五个比丘，然后就为这个五个比丘说法，然后就不断的推动了这个不共世俗的四圣地法轮。四地法轮可能他这个五比丘说这个人生的真谛，这个是苦集灭道的一个佛法啦，一个概要，它的精要，它的精髓在里面，让这个五比丘怎样去了解这个四圣地，然后怎样去推动出去为更多的众生来说法。然后这里有讲到说，就比如说像阿说是说的，诸法从缘起，是法说缘生，诸法缘即尽，五佛大师说。也就是说这个阿说是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比丘吧，师父，这个我就不大理解了。对，没错，没错。然后呢其中这个在这个其中一个比丘呢，他了解到了这个四谛的法轮之后，他就说起诸法从因缘起，诸法从因缘起，说是法说缘生，就是说凡事呢，就是一切的事物都是有它的因缘的升起，然后怎么样会去产生，然后凡所有的事物呢，也是会有它的一个尽的，就是说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啊。我佛他说这个就是我的大师说的啦，他应该是这样子讲。嗯，因为这个阿师而比斯是说到这个这一句话，他说他理解到的东西。好，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哈、哦，不要紧，不要紧。那待会我会再讲一遍哈、哦，那你就看看你哪一个地方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OK？ 好，没有关系的，很好的尝试哈。那么我们的讲到我们的释迦太子，他我们现在称他为世尊、哦、大家世间人所尊重的这个释迦族里面最尊贵的、啊、世尊，他体悟了人生真谛、啊、还有实践的馈则、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把它看成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是真理，这边是真理的部分，真理的部分呢是属于解的部分、哦、在理解的层面，实践的馈则是行的部分、哦、就是实在实际操作的，所以佛教是一个解行并重的宗教来的、哦、所以它有一套自己的理解的部分，有一套自己的哲理、哦、真理，或者你可以讲说是哲理、哦、有自己的一套道理，然后呢不只是道理而已、哦、它还有一套的你可以操作的、哦、可以执行的、哦、你可以去操作，可以去运作的，可以去执行的、哦、这个我们称它道、哦、那这样子的这一套解行很完整的、哦、这个、道理跟修行方法的话、哦、这个整套的这些东西呢，跟当时印度时代的思潮，当时印度流行怎么样的思想呢？可以说啊，当时印度流行两大派的思想、啊、一派呢，他们是济世升天的，他们这一派呢是相信呢，做种种的济世、啊、做种种的祭拜就能够升天，
啊，而且能够做这种种的祭拜的呢，都是啊出身高贵的婆罗门教的，啊，这是其中一派的思潮。另外一派呢，因为可能除了是一些人是一出生就是婆罗门的这个种族种姓，其他普通的老百姓呢，尤其那些奴隶啊，比较低级的人，他们根本没办法去祭祀的，甚至他们努力祭祀的话可能也不能够升天的。所以另外有一派的人呢，他们就怎么样呢，也觉得这个世间不行啊，他们也希望说有一天能够挣脱自己的痛苦啊。所以另外一派人呢，因为不能够，因为没有条件可以做种种的祭祀，他们就去修苦行，所以当时呢，印度社会里面呢，有很多那些没有开发的森林啊，都是有人呢在里面修种种的苦行，他们希望说透过苦行，折磨自己的身体呢，能够得到痛苦的解脱。所以当时的印度时代呢，有这两大思潮，流行这两大思想，一个是济世升天的，一个是苦行解脱的。那释迦牟尼佛所体悟的真理和他那一套修行方法，肯定就没办法被这两大思潮所接受，跟这个两大思潮肯定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时他就非常的感慨，我体悟的这个真理和我这套修行方法没有人相信，因为当时的人不是想到要济世升天，就是想要苦行解脱，当时他们相信了就那两大派的思潮，没有人愿意来相信，那又怎么能够理解我这个深这么深的法呢？然后想着想着呢，想说哎呀，那我还是不说好了，说了可能也没有人会信，也没有多少人会理解，还是不说。那极入于涅槃，极入，你看到极这个字呢，不要以为就是生病，没有，跟生病没有关系的，极就是快的意思，哎，那我还是赶快入涅槃好了啦，极就是快，快快的去入涅槃好了，哎，我说了也没有用，不要说了，不用说了，不过他也慢慢在过程当中思考，但那个时候呢，他自己一个人，度着独善的生活，过后还是想通了，虽然这个佛教的道理和他的操作方法可能有点深，不过我可以深入浅出，我可以，虽然它很深，但是我可以想办法用善巧方便，慢慢的跟人家说，慢慢的跟他引导，就深入浅出的这样引导，适应众生的方式的引导，这种适应众生，慢慢的引导呢，你们在继续读导师的著作里面呢，你会认识到一个词，叫做什么呢？气力，然后呢气机，就慢慢你们就会了解这个词，今天特别先告诉大家佛陀教的方法，他是当时呢不只是契合道理，契合他的教法，契合真理， OK， 契理，而且还适应根基，如果你的根基比较浅，他讲一些你听得懂的，这个人根基比较深厚了，他就讲比较深的，这个叫契机，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引导，让他们真正的建立起信跟解，能够信能够解，就能够进一步的解行并重的体证这个道，体证佛陀所体证的，就这样子呢，适应当时的时代文明，适应每个人不同的根基，不管你是修苦行的还是喜欢济世升天的，他知道根基不同，方法就有不同，就这样子，从各种适应方面，然后善巧方便里面呢，慢慢慢慢的显出了自己，就是世尊的
本来要表现的东西，显示出世尊的本怀，也就是他体悟的人生真理，还有呢可以操作的这个实践的规则。就这样子在善巧引导当中呢，把自己想要表达的、想要传达的这些内容呢，传达出来了。哦，所以怎么样开始的呢？最著名、最有名的就是开始为五比丘说法。当时这个五比丘呢，本来是跟着太子一起啊，因为想到说，哎呀，太子一个人跑去修苦行啊，国王也不放心啊，国王就派了五个人跟着他啊，就是跟他一起修行这样子。后来这个五个人本来跟着他一起修苦行的这五个人，看到太子已经放弃苦行了，看到太子已经没有再准备修苦行了。他们以为这个太子已经堕落了，所以这个五个人离开了，自己去修行了，不理这个太子了。所以当他看到他太子接受牧羊女的供养的时候呢，他们就想啊，这个人已经放弃苦行了，我们不要再跟他了。所以这个五个人呢，他们就自己找一个地方修行。他们那时候呢，已经到了丝路林。丝路林在这边就是指鹿野苑啊，那边很多的鹿啊，很多的那个梅花鹿还是什么这样子，所以呢就叫做鹿野苑啊。他们五个人在那边，当时他们看到已经成佛的这一个悉达多从远处走过来的时候，他们五个人还在想哦，等一下那个人来的时候呢，我们不要理他，因为他是一个堕落了的人哦，大家都讲好了哦，等一下他来呢，大家不要踩他。怎么知道当佛陀走到他们的前面的时候呢，他们也被佛陀的容貌，因为他已经开悟了嘛，佛陀已经开悟了嘛，被感动了然后呢佛陀就借着机会就跟他们说这个师地法轮因为佛陀当时也是在想我的法那么深要跟谁讲，他当然先想到他的老师曾经教他禅定的老师，结果想到那两个老师都死掉了，没有福报听到佛陀的法，所以在想来想去一定要找一对的根基说起后来就想到这个五比丘，他觉得这个五比丘跟他的因缘也很深厚，所以最后就找到这个五比丘给他们说了四谛法所以这个是最初的僧团一个小小的团队佛陀然后加上五比丘这个是一个最开始法轮开始转的最开始的时候那当中其中一个呢就是阿说士这个阿说士这个阿说士呢，他有一次呢，因为他也是听着佛陀的法嘛，然后自己也慢慢的整个由内到外呢改变了整个真的是相由心生如果你的心是清净的时候呢，你的相就特别的庄严了所以这个阿说士或者是马僧比丘呢，他就慢慢的外相也变了。有一次呢，这个舍利佛跟目犍连他们本来还没有学，他们也在找老师，他们一直在找老师，他们就两个是很好的 brother 来的两兄弟很不是真正的兄弟就是很好的朋友，他们讲说 OK 我们都一直想找好老师来引导我们 OK 我们一直找都找不到，现在我们分开走你往东边走我往西边走还是怎么样只要谁先找到好老师呢，就通报对方，然后一起去向那个老师学习。对，有一次呢，舍利佛呢就看到这个阿说士或者是马僧比丘，看到他托钵的样子，后来他又跟踪他，因为他不想打扰他他看到他那个庄严的相，然后呢，看到他托钵，然后就等他吃饭，又不想干扰这个马僧比丘或者是阿说士。等他吃完过后呢，才毕恭毕敬的跑过去问他请问你的老师是谁请问你们在学什么的你们的老师教什么的，他就这样子问结果他是这样，应该是这样子问的请问你修什么法，你学什么法然后这个阿说士就有跟他讲我是跟我的老师学然后他就问你的老师是谁，你的老师教什么，然后他讲我的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他就教什么呢，他教缘起法，就是这边讲的诸法从缘起，是法说缘生，诸法缘即灭，悟
佛大师说，我的老师、哦、我的老师就教我们缘起法。这舍利佛一听，哇，不得了，从来没听过缘生缘灭、哦、这样子的一个缘起法。他说这个道理太好了，太好了。所以呢就迫不及待的、哦、就找到了目犍连，一起呢去见佛陀，然后就跟着佛陀学习出家、啊、就是这样的因缘、啊、所以当时阿说士或者是马僧比丘呢也是很客气，他已经了解四谛法、啊、他知道这个四圣谛的道理了，但是他还是很客气、啊、他告诉舍利佛说、哎、我的老师教这个教理、啊、教这个缘起法，教这个四谛法、啊、可以跟我的老师学这样子。好，我这样子讲，美君你有没有发现啊、自己有些部分可以可能、下一次说得更好的部分这样子。是，谢谢师父、清楚的开导、已经很了解、这个当师父讲的时候我脑海已经出现一个佛陀传，当时候我有看到一个以卡通类似的那个画面、然后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就觉得自己应该还有很多改进的地方。所以济世升天和苦行解脱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流行的两个思想来的，当时非常流行。那么跟佛陀、发现这个缘起法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是我忽略了这个两个东西、没关系，好，这个就是很好的学习，你这样子的话你的印象就会更深刻了、好，来你读下一段。好的。此后世尊从事真理的传播工作，组织僧团，到第六年加入这和乐自由的僧团者已有1250人，这样的教化约有50年之久，佛教传遍了恒河两岸。最后，世尊从摩揭陀到毗舍离，渐渐游行到居士那，受存陀最后的供养，度最后弟子须盘陀罗，在双林间为弟子做最后的教诲。至今以后，我诸弟子辗转行之，则是法身常在而不灭也。80岁的2月15日的中夜，世尊入大盘大波涅盘，结束了一的教化。中夜，世间缘灭一合计，世尊的入灭将永远遗留在佛弟子内心的深处，悲怀慕恋慕，直到人间净土的完成。好，来我们请秀娟。好的，谢谢吗？就这样到这边。阿弥陀佛，我的关键词是传播工作，传播工作，就是第一、okay. 第一句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和乐自由的生团，下一句第二句的，和乐自由的生团。再接下来是恒河两岸。恒河两岸。再下一句，最后的供养。最后的供养。最后弟子。最后弟子。然后最后的教诲。最后的教诲。法身还有一个是法身常在。常在。人间净土。最后一个人间净土。人间净土。这一个呢是
从此以后就是在世尊呢出转法轮以后呢他就从事这一个真理的传播的工作，就开始呢组织了僧团。然后这个僧团呢到第六年的时候，加入这一个和乐自由的这一个僧团的人数呢已经呢高达1250人。然后这个1250人呢，通常我们都会在佛教经典里面呢，我们都会看到这个1250这样。然后还有这样的教化呢，其实世尊呢走遍了这个恒河两岸，已经用他的身体力行这样子教化呢，已经是已是50年之久了。然后呢，到世尊呢80岁的那个时候，世尊呢就从这个摩揭陀到比舍离，然后呢他就还有渐渐的走到居士那，然后呢他到那一边呢是为了受这一个纯陀最后的供养。然后还有一个这一个供养，我不确定会不会是就是那个毒蘑菇的，是吗？然后好像是那个毒蘑菇的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最后的弟子须跋陀罗，这个是世尊呢度的最后的弟子，他叫须跋陀罗。然后呢世尊在入灭的时候呢，准备入灭的时候，他就是在这个双林间，在这个两棵什么树，树的名字我不忘记了就是在两棵树的之间呢，他就在入灭之前呢给弟子做了一个最后的教诲。他告诉弟子们说，从今以后呢我的弟子，只要是我的弟子呢，依着我所说的戒律啊教法啊而去实行啊，行之呢就是实行或者是身体力行哈，然后呢则是呢我的法身呢常在而且是不灭的，只要有人奉行佛陀之教诲，然后佛陀的法身呢就永远都在，这个意思。然后80岁的2月15日的中夜呢，然后世尊呢就入大波涅槃，就结束了一代的教化。就世尊呢就圆寂了嘛，他就进入涅槃了。然后世间呢，世间演灭，世间就这样呢，这个我不是很能理解，世间演灭一合集哈。就是世尊的入灭呢，其实这将永远呢留在佛弟子内心的深处，悲怀恋慕，直到人间净土的完成。所以这一边呢，世尊入灭的时候有交代，只要奉行他的教法，以戒律为师的话，这一个佛法呢可以一字一字的传播在世间，然后直到呢人间净土的完成，这样。好，很好。对，那个最后的供养一般我们都讲是可能大家听到的就是毒蘑菇了哈，其实它就是一种菌类来的菌，它去供养的东西就像有一点像，你知道菌类就是蘑菇或者是木耳、云耳这样子的东西可能这个东西呢对佛陀，它本来没有毒，只是说对佛陀当时的身体不适合纯陀做了这样子的供养，那么加剧了佛陀的身体的这种恶化。那虽然他是最后的供养，可是他的供养呢跟一般人的在佛陀一生当中所做的供养的功德呢是一样的，等同的。佛陀有曾经有讲过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听了这样子过后，大家也没有怪纯陀就是纯陀的供养的那一份心还是很真诚的虽然他的供养的东西让佛陀吃了有一些身体上的加剧了身体的那种不适但是他的功德是无限量的那讲到世间眼，世间眼灭一合集世间眼是什么东西呢？世间眼就是也是一个佛教的语词啦他是讲说能够透彻世间之人也就是这种眼呢特别
它能够透彻世间，所以世间眼通常是用来形容佛菩萨，佛菩萨的慧眼，佛菩萨的那种很深彻的那种这个观察透彻力，所以世间眼指的是佛或者是菩萨，灭就是这个佛灭，哎呀怎么那么快，这个急又在出现一次了，大家今天可能第一次认识到这个急这个字的，以前可能只想到疾病而已，现在你就知道说原来急这个字呢有快的意思，哎呀这个佛陀入灭怎么那么快呀、就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这个段落呢其实就是谈到佛陀、继续的弘法工作、从度了五比丘过后开始，整个僧团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整个教法慢慢的传遍恒河两岸，一直到最后的入灭、然后在最后的时候还提醒我们、这个最后的教诲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对我们自己心爱的一个人的离开、大家心里面都是会不舍、你最爱的人离开你，你最敬仰的人离开你，你心里面会不舍，所以呢佛陀也知道他的弟子当中一定有人会觉得哎呀佛陀走了多么心里面多么大家都会多么心里面难受啊、所以大家心里面都希望说呀佛陀你永远在啊，不要走啊， 你这个能够佛常在世间那多好、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为了安慰弟子们、这句话就很重要了、他说如果大家能够辗转的行之，我做弟子辗转行之，就是把我的教法不断的流传，大家不断的去落实它、流传它，那么就不用担心佛在不在了。为什么？那个时候呢佛的法身常在不灭、佛的法身就一直都在、所以不要期待、佛陀这个最后的教诲里面告诉我们说不要期待一个人的肉身会不灭、你要一个人常在的话是应该让他的精神常在、他的教法常在、所以像我们每个星期这样子大家一起学习佛法一起学习佛法呢，其实如果你用心去感受的话，其实佛一直都在我们身边、都一直在护念着我们、所以要怎么让佛身常在法身常在的话，那么我们这些佛弟子呢就要辗转行佛陀的教法，流传佛陀的教法、那关于佛陀的生跟命、到底佛的法身是怎么样、我们会下个星期更深入的理解讨论学习、我们一般讲的命、我们都是、我常讲我自己烂命一条啦、但是佛呢是慧命、那慧命又是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下个星期呢会去了解什么叫做佛陀的法身慧命，或者是一个人一个学佛人的法身慧命是什么、肉身是会败坏的、那我们普通的命呢、也是有一天呢有一个时间点呢一定会消失掉的，所以肉身和普通的这个命呢你知道说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你是要舍的，我们要保留的、我们要加强的、坚固它的其实是法身慧命，为什么？这个是能够生生世世帮我们的。所以什么是法身慧命呢？下个星期大家记得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准时上线一起学习哦。好，今天你的收获是什么、我们今天算是回看导师的标题了，在这一篇里面呢叫做四尊小史，所以现在应该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四尊小史了吧、小小的简单的一个、佛陀传、简单版的一个佛陀传。 OK， 来月满你今天的收获是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印象最深刻就是说读了这么多次的那个、释迦牟尼佛传呢、这一次读的呢它比较带住我们的、这一篇短文导师是让我们、带住一些佛陀的教法在里面、
而不是像每一次我们看到的是好像比较有一点童话的，然后我们童话或神话OK， 然后最重要的我们还是要信佛陀的教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啊、这是我今天所写到的。 很好，我喜欢你所讲的，就是啊，这一个佛陀传虽然很简短，可是呢好像每一段落我们都可以想到法、哦、常常会提醒到教法的教理的东西。很好，来文琪。是，师父好。这一段真的很感动，是导师能够用这么简短的文字清楚明白把世尊那个八相成道中最重要的人间的相关的事项说明清楚。那像师父在一开始提到的天化跟神化的部分，导师就没有琢磨很多，像降魔还有那个梵天请法这些都不在这里边。但是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朴实的世尊诞生之后他的体悟用心，然后为什么要转法轮。那我最感动的是那个世尊上说法50年，我们最近刚好看到伊丽莎白女王过世、哦、他这样90几年 的生命，96年70几年在那个位置、他最受人们尊崇的也是他的尊重和那个责任的尽责，我觉得很不容易。所以导师能够这样子、不是世尊能够这样子50年的传法，我觉得我们真的很感动，有导世尊这样子的说法不坠不累这样传法，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学习。也很感恩师父带领我们这样认识那个导师的著作，谢谢了师父。是的是的，对的，世尊也是一样，就是一直、一路走一路交代，一路走一路讲法、哦、这个真的是很感动啊、哦、真的很感动，就是走到最后、哦、这个双树林、哦、那边、哦、还做最后的教诲、啊、这个真的是鞠躬尽瘁的那一种、哦、好，来凤儿。啊，师父在这今天的时候说到的是啊，认识到从佛陀诞生出家修道然后弘扬正法和进入涅槃的故事咯，整整他佛陀的一生的小故事，谢谢。好好，那我们再请秀凤。师父今天学到的是从这一篇这个篇章里面呢，我就可以感觉到就是可以学到的，就是除了可以对当时的印度他们的印度时代的思潮中的那种修行之外呢，对于佛陀呢，我们除了怎么讲，除了感叹，除了怎么讲，赞叹还是赞叹，他这么坚持不懈，然后呢，他是这样的怎么讲呢？他的坚决就是说、他为了要把这个法传在我们的人世间呢，他是多么的坚持。其实一个像刚才那个师兄讲的80岁了，哇，这个靡靡之岁呢他还能够这么坚持的、即使呢他受了那个存陀最后的供养呢，可是呢他也怎么讲呢，他也尽量在他这个我大概我猜想佛陀也是知道他最后的供养就是这个存陀，他也知道这个是从他的过去世，可能他也知道他将会接受那一个惨致命的一餐，可是呢佛陀呢还是尽量的在替这个存陀怎么讲呢让他修他在修的功德，让大家都知道他的供养呢还是跟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我这边我是觉得就是说他就是怎样把他的那种我们的这个佛教的思想，就是还有一点呢，就是这边呢我也学到的这
这边呢就是告诉佛，就是跟我们就跟佛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人间啊，那佛也不是这么神话那种神话般的，就是说佛陀，我们佛陀能够，既然他能够这么走来，那我们也应该能够遵循这个佛陀那个脚印，一步一脚印的，我们也是可以这样子的，依照佛陀的那种步伐，我们也是可以这样走过来的。他只是要让我知道，佛是在人间，而不是那种天神啊，那个神话故事什么的，所以就是说可行的。他只是这边是很坚决的，让我们知道佛成佛，成佛之道，成佛呢是必然的，就是这样。谢谢。很好，很好，谢谢。你在说的时候呢，也触动到我一个部分哈，就是让我想到哈，当我们讲一个人很尽责的时候哈，尽责到他的生命的最后的阶段，他还在尽责哈，这种人呢。我们打从内心呢都非常的尊重他，肯定的。你一想到这个人，或者是一讲到这个人呢，哇，你整个人就非常的感动。这个人怎么可以那么尽责？那世间尽责的人很多，都值得我们尊重。但是当我们再深入的去看佛陀的时候，佛陀不是为一个民族尽责，不是为一个国家尽责。我自己讲到我都想哭啊。他是为全人类全部的有情众生在尽责，他想到的是众生的痛苦，每一个人不管你什么肤色哦，不管你是哪一个民族，他是为这个全人类所有众生，跟他有关系没有关系，他都在那边尽责。哇，这个一想哦，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好 ，OK， 我自己都忽然间都被自己想到这样子都真的好 OK， 来我们请美君。是师父，从这个今天读的文章四字小史呢，可以看得出这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事情，实实在在是存在的，然后也为佛陀为众生所做的事都深受感动。因为在佛陀他也是也有失望的时候，当他得到这样好的这个真理的时候呢，却没有人去体会，然后这个也是反映了我们正常人一个现实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这么没有人去体会，那种失望，那种的悲伤，那种的心情，这个是真的可以理解得到的，心里都很感动的。然后甚至到最后佛的涅槃的时候，他明知道这个供养是对他有害的，可是他以一个以平常的心，以一个和平啊，就是说一视同仁的心来去接受这个蠢驼的这个供养，明知道有毒也是要吃，不让蠢驼失望，对，因为他要以自己做榜者，说我可以接受其他人的供养，我怎么不能接受供养？明知道有毒，可是佛陀还是很就吃下去。然后佛陀到最后也是很坚决，还是在顾虑，还在担心这个世间留下的弟子到底以后会变成怎么样，还什么，还最后还是跟很慈悲的就问最后的弟子说，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还有需要要问的吗？然后没有确定没有之后才入涅槃。这里的说法身常在而不灭，就是说好像我们今天所共读的甚至读一个经文的，也就是说见法如见佛，所以佛时常都是在我们的身边的，然后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个用心，那个用心良苦，就是虽然是一个小文凭，可是是很真实的一个故事，一个事情，
是很慷慨的，嗯，是很赞叹的。哎，讲到我自己都已是四里面了，太感动了，对对对对，太感动了，对对对，眼眼泪可以理解，可以理解，不觉就流出来了。嗯，对对，表示大家有被这个文章啊，就是导师的文笔和我们的很真实的一个佛陀的一生呢，触动到，这个是好事，这个好事，嗯，很好，嗯，就这样子哈。哎，好，谢谢。好，来，我们请秀娟。今天我学到的可以。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当佛陀证悟正道的那一刻开始，他是多么的思想上啊非常的艰难啊，到底要说法还是不说法。但是呢也还好，还好我们的佛陀真的是大慈大悲，最后呢还是选择呢把他的法理教法呢传播在这世间，让我们呢今后的人都可以学习佛法，然后就可以深深的感触到哈，我们这个佛陀真的是难行能行的这一个精神，80岁的时候呢还可以走遍恒河两岸，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有比较深刻的是刚才师父有说的，我们其实不能奢望哈我们的肉身不灭，但是呢我们能让我们所意念的人，我们所意念的佛陀他的精神常在，我们可以实行如法师如法修学，然后加强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感动是很多很多，但是感动了之后呢，我们要把这一个感动转化成我们能在平常生活中能落实的一些行动。谢谢，非常好，将感动化为行动，非常好。所以我们这本书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书，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参与阅读，分享，也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如果他们有兴趣，我们也刚刚才开始而已，这个佛在人间这本书，所以有兴趣的请你也邀请他们，看他们有没有时间一起上来共修啊。我们这个可以容纳100人啊，所以还有位置啊，欢迎大家参与学习。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会在这边做一个结束。那我这边手上呢是要特别回向给一个人，就是丁强爸啊，他不幸往生了，我们大家一起共修的功德呢回向给丁强发，希望他能够蒙佛接引，花开见佛啊。那么当然如果在过去的一周啊，当然也有一些天灾人祸哦，看到那个地震这种种的这些往生的有情众生，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我们都愿将功德呢回向分享给他们希望能够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那我在这里呢我们也做一个回向，回向我们自己，回向我们身边一切的每一个人，认识的不认识的，以此功德种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在这里呢也祝福大家福德和智慧渐渐的增长，一切都吉祥如意，法喜充满。那如果你的时间